呢個電影我哋歷時兩年半嘅製作，其實係冇一日停落嚟。大家台前幕後亦都係付出咗相當大嘅努力同埋時間去完成呢個電影。真正打戲在雨中，所以我們拍了連續拍了7天吧，是蠻辛苦的。很多動作，例如要摔、要跳、要吊鋼絲，然後要一些比較難度比較高的動作，都是我過去沒做過，所以花了蠻長時間。太理了，太不满了，你们真的。那个刀把打到了，哎呀，刀把打到了，他的刀把反应的时候打到了。拍打起受伤都是一个很正常的意外，真的意外，因为大家都估不到咁樣會受傷。其實當時我都驚嘅，因為驚真係驚盲咗，因為嗰個位真係好近眼啦。都好感恩，最後回復得好快，係一切都喺計劃當中。翻嚟嘅時候，都個眼都差唔多好翻曬。拍戲的時候經常會受傷，但是當時你完全是反應不過來，因為你所有的精神精力都放在你的情緒上。我記得有場戲印象挺深的是，我把它低着拿，我把头要入画，机位非常低，一条拍完之后，我们四个人手都被烫，出来的效果你就觉得特别有气势。当中亦都面临好多嘅艰巨嘅挑战，亦都系带俾自己一个虽然系好辛苦，但系亦都好刺激嘅两年半嘅一个旅程。